欢迎欢迎。哎，要不是因为我老婆，我也想。欢迎光临，您请走好。看到小猫开口说话就这么神奇吗？喵！我之所以会侍奉小姐，是因为猕猴桃的关系。喵！我们家小姐可是特别挑剔的。喵喵！是精灵还是人类？你好像和其他的人类不太一样。Let's go.
幸会，我也希望能和你一样继续去冒险。我也希望能和你一样继续去冒险。你我好像是第一次见。
气，才算得上是最优秀的伙伴。既然如此，下次就多买些重一点的东西。天气如此阴沉，路上要小心哦。见到你好高兴，我真心的欢迎你。有什么想要的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希望女神的庇佑与你同在。希望女神的庇佑与你同在。有什么想要的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希望女神的庇佑与你同在。有什么事吗？这里的原住民都有些癫狂。我叫杰娜，请多多指教。要是你发现了蝴蝶森林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哦。
和异乡人说话。精灵和人类是很难区分的。小猫开口说话就这么神奇吗？喵！哎呀，晚上该做些什么料理？你想要知道什么啊？走好啊！
Hey!
Come on.
Thank you.
Come on!
Hmm.
幸会，我也希望能和你一样继续去冒险。要不是因为我老婆，我也想要重新开始冒险呢。欢迎光临。我是个善良的孩子。赶紧过来。既然如此，下次就多买些粽。你好啊。那我得接着去看看刚刚看的。觉得这地方陌生了，特雷西亚，若是逃不开，就试着去享受吧。你拿武器的样子倒是挺标准的。路上小心，你看着不像是这里人。路上小心，我不喜欢说些没用的废话。路上小心，这里真是酷热难当啊。希望女神的庇佑与你同在。希望女神的庇佑与你同在。我看到了女神的神力。你要秉持信念，继续勇往直前。有什么想要的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你来了，路上要小心啊。好啊，感觉好像会降大风。